好，今天直播开始。我们今天读书啊，也不废话了，原因很简单，我马上要期中考试了啊，我要考高级财务会计，所以我们今天就读高级财务会计。我们开始，说明了这个课程的这个排序跟我学的它不是一个样啊。所以说呢，我们先从所得税开始啊，第五章所得税。所得税的有考点的有五个，一个是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的差异分析，一个是所得税核算的基本原理，资产，第三个是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第四个是所得费用确认，第五个是所得税会计的披露。那么我们这里比如说有一个企业，它在2000年初成立，那么当年的实现的税前会计利润为这个20万元，那么所得税适用率为25%。那么当年实际上有这样一项，第一项是会计上确认了2000元的国库利润收入，按照税法规定可以不交所得税。第二个是当年发生的工资大概是，这应该说15万元。那么按税法核定的这个计税工资为12万元。那么由于违规经营被罚款3000元。那么年初购入一台新设备，成本为1万元，预计无残值。这采用直线计提法折旧，折年上限为5年，那么会计上也用折旧为这个折旧为10年。那么我可以看到，就是折旧额的话，它是5年要折旧完嘛，对吧？折旧是5年，那么就是每年就是2000元了。那么按照会计所得税它的年折旧额，就是它要分10年折旧完嘛，那它就是每年的1000元。那么这一年的纳税所得额就是用我们整个营业额的20000。先减去一个他这个2000，就是他今年的折旧额，然后加上呢就是应交工资额，就是这个份的工资，就是可以说就是交1/5的这个比例，就是法定工资月工资，就减去这个值嘛，就是要加上这个3000三万元，然后再加上3000，就是他违规放款经营这个罚款也是要被计入他这个所得额里面的，然后我们再减去这个1000，就是。按照这个1000就是他的那个折旧费啊，当然这里的话就是一开始第一个减的2000是他那个国库利券，因为国库的话国库券是免于征税的。那么最后我们说他一共是23万元，那么23万元这个是应纳税所得额，那么这乘以我们这个应纳税比例，它最后就是23万乘25等于5750元。那么会计准则它的与税法的目标和要求不同，会计准则的目的是规范企业的对外财务报告，以便如实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那么税法则是以科税为目的，它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具有社会调节社会资源、公平社会财富的分配功能。那么税法是由国家强制制定并强制推行，目的两个，一个是取得收入，使国家作为社会组织正当权利。第二点就是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履行国家社会管理的职责。那么国家通过税法实施发挥税法的经济杠杆作用，体现国家的鼓励与现行政策，并合理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那么比如说项目级，那么资产呢就是可收回的金额，那么负债就是未来应支付的金额，最基础的就是未来可抵回的金额，也是未来不可抵回的金额。那么暂时性的差异就是用3减去1，第一类就是账面价值减去税基础，那么如果正的话呢，就是可纳税的暂时性差异，如果是负数就是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如果说在负债方面的话，就是正好反过来。那么炎帝所得税，如果说在负债方面的话，就是正好反过来。那么炎帝所得税的应有的应有余额，就是由3，就是我们这个暂时性差异乘以一个税率，然后就会得到一个炎帝所得税所应有的一个应征的余额。那么这个差异呢？我们比如说这个永久性差异有什么？那么永久性差异，比如说企业购买国库券作为投资所获的利息收入，那么按照会计准则原则应该确定为投资收益，而因而包括在税前会计利润的计算中。而税法为了鼓励企业运用投资券，则规定该利息免征所得税，因而不包括在应税计算中。这体现了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的确认方面的差异。那么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实际差异，比如说这个，还有比如说时间性的差异举例，比如说一个是无形资产摊销，财务会计所讲摊销期限可能会根据税法的规定而不一，因而每期的摊销各不同，但各摊销征合是相等的。还比如说固定资产的折旧，财务会计所采用的折旧方法可能会与税法有所不同，或折旧方法相同但确定的折旧年限不同，因而在特定期间两者之间的两种变动折旧额不同，但按照两种标准计算的各期折旧之额相等。那么我国在所得税会计上采取了资产负债
负债表债务法，也就是企业从资产负债表出发，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上所列示的资产，并负责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确定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税法规定确定的计税基础。对于二者之间的差异，分别应该缴纳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可抵性暂时性差异，以便确认原地所得税税负债与递延的所得税资产，在综合考虑当期应交所得税差异基础上，确定每一个会计期间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拍的不问应征员，你是不是是我拍了，然后发给应征员的？问应征员，你有附加吗？那么资产负债表债务法，那么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在促进所得税会计合并方向遵循此资产负债的界定。从负债资产负债的角度出发呢，资产的账面价值代表是某项资产在持续以及持有以最终处置一定期间内为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总额，而其计税基础代表则是该期间内按照税法规定就按照税权和税权的扣除总额。那么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小于计税其计税基础的，表明该项基础啊，欢迎表明该项基础基于采用未来期间的财人的经济利益流入低于按照税法规定的允许税权扣除金额，产生了可抵消未来应纳税所得税的因素，减少未来期间以所得税税款的方式流出企业经营利益，应确认为原地所得税资产。那么比如说原理我们要这个资产负债，那么什么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呢？反之，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两者之间的差额就会增加于未来企业未来的应交所得税及应交所得税，对于企业形成了经济流出的义务，应该确定为原地所得税负债。那么资产的计税基础，那么资产的计税基础呢，是企业在收回账面资产价值中计算应按照所得额纳税规定可按照自应应税使用利润扣除金额及某一项资产在未来期间的计税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扣全的扣除总金额。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其计税基础一般为未取的成本及企业为了获得某项资产支付的成本而在未来期间予扣除。在资产持续持有的过程中，其计税基础是指资产的取得方取得成本减去以前期间按照税法规定已经扣以前扣除的金额后的余额，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在某一资产负债表之间计税基础，是指其成本扣除按照税法规定已在以前期间税前扣除的累计折旧额或累计摊销额后的金额。那么资产的计税基础，固定资产以各种方式取得资产，其初始确认时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确定的入账价值基本上是被税法所认可的，其取得时其账面价值一定等于计税基础。固定资产在期后期按照后续计量，由于会计和税法准则方法只有年限以及固定资产减值额所计税方法不同，则可能形成账面资产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那么折旧方式折旧年限差异，那么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该根据与企业相关经营利益的预期方式去选择合理折旧方法，如可以按照平均年限计提，也可以按照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进行减值，前提是企业有使用相关折旧方法包括所含的经济利益等实现方式。税法中除去某些可以规定为加速折旧行额外，基本可以折旧为按照年限所平均的计旧，例如税法中还每一类固定资产的进行额做了规定，而会计准则规定年折旧年限是由根据处理资产形式和使用方式所确定的，如企业经营会计年限举报中也会因每一学期之间的折旧额产生的固定资产在资产负债表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那应计提固定资产减值产生折旧差，固定资产计提进了总准备后，因税法规定企业计提总值资产在发生实质损年不应予税额扣除，在有关减值准备时和实质性计算之间，也会造成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哎，完了，我看了。税法规定企业计提总值资产在发生我们看这个题 ，A 企业于2016年12月20日获得了某项固定资产，原价为750万元，使用年限为10年，会计上采用了平均法界净值为零。那么按照规定，固定资产采用的方式可予以税前扣除。该企业在计税时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这个规定，残值减为零。然后另外按照企业固定可资产税收为550万元。那么我们看，比如按照双余额规定的话，那么就是我们155。减去75乘以2倍嘛，就是600万元。
就是他每一年会进行5年，每年就要进2倍嘛，那66万元。那么该账面余额会大于税前金额的这个600万元。那么该那就再过了一年嘛，对吧？2018年12月20日，那算2年过去了。那么留我买50万元，那么应该所准备的这个资产怎么准备呢？是每年就是大就应该有50万元。那么在这个12月1日，那么公允基础账面价值就是用750万元减去这个500万元，这个就是550万元。那么其计税基础就是750万元减去750乘以20%啊，然后再减去这个600元嘛，就他当时的这个账面余额，对吧？就480万元。那么480万元呢，就这个7万元就是他的这个7万元差额，那么未来月余差入企业算所得税额。那么资产的计税基础，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无形资产了。那么除内部开发营收的无形资产外，其他方面所获得无形资产，处分时会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的入账价值，以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就一般不存在差异。无形资产差异主要产生于内部研究开发形成的无形资产以及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那么内部研究开发形成无形资产，其成本为开发阶段的限制资本化条件后达到了利益这个基础。除此之外，研究开发过程中的其他支出费用应用化技术损益，税法规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以及开发中符合资产分红化达到预期运用外作为计税基础。另外，对于研究开发费用的计算扣除，假定税法中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的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基本上，应该按照研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按照无形资产的150%摊销。另外，会计中会有例外条款，即无形企业确定不是产生于企业合并交易，在确认时不会影响利润，也不能影响损失额，就在不幸确认性情况下。在各种情况下，无形资产的确认时，对于会计和税务之间存在差异性的不予确认，持续的过程中，在未还原证据所得税也是摊销则以亿不予确认。那比如说 A 该期当期为开发案中支出2000万元，其中研究计算支出4万元，开发符合资本条件中支出4万元，符合资本条件就是为1200万元。财经税法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展研发费用，在未形成无形资产前当期损益，应按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的550摊销，假定开发前当时营运图。那么，比如说，另外会计，比如说有8万元，对吧？对吧？然后无形资产1200万元，那么及其无形账面价值就1200万元。那么2000万元，那么就600万元和100万元就有这个形成无形资产中所形成的这个无形资产，在未来可扣也进入1800万元。那么其计税基础1800万元，那么暂时性的差就有600万元这个差距，对吧？那么资产的计税基础，无形资产在税后进行计量时，会计与税法的差异体现在是否需要摊销、摊销方法年限差异以及无形资产减值所准备提取。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该根据无形资产的使用情况，区分使用寿命为无形资产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要求摊销，但持有期间每年应该进行减值测试。税法规定，企业取得无形资产成本，应在除了商业外购商誉外除外，应在一定期内摊销。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会计处理时不予摊销，但计税按照计量时客观时，按照无形资产计税会计与计税基础的差异。在对无形资产计提准则什么下，因税法规定的无极资产资产在转变为实行基础时不予扣除，就在提取无形资产中的减值区别，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不会随着减值变化提取而发生变化，从而造成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今天那个8点钟的话估计了我会播，所以我们这边大概读一读，然后放音乐到8点钟下播了啊，就这个安排。比如说乙取在2017年1月1日获得了某项无形资产，取得成本为1500万元，取得高频资产后，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乙企业无法合理使用其使用期限，将其作为寿命不确定无形资产。2017年7月31日，对该用品进行减值表测试，表明其未发生减值。企业在计税时，对的该项基金按照10年的期限采用直线法摊销，摊销金额予以税前扣除。那么我们看到上面就1500万元，那么它的计税基础呢，就应该是1500万元350万元减去这个摊销150嘛，150万元就150万，那么150万元就是未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以公允价值计算当期变动且其变动且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公允规定规定，以公允价值质量且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在于产于某一会计签的账面价格为其公允价值。税法规定，企业以公允价值计算其资产产品、商品负债与资产房地产，持有期间的允许变动不容所得额，在处理实质或结算时，处置的税款应该扣除利益成本的差额，应该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那么第三部分呢，只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按照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市价波动在计税时不予考虑，在金融相关资产在某一时间会计为基础，从而造成在公允价值变动情况下，对于公允价值计入金融资产和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形成之间差异。企业持有的公允价值变动且计入其他中国税银金融资产，其计税基础的确定与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其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类似，可比照处理。因会计处理规定与政策不同，企业所持有其他资产可能会造成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例如投资性房地产，企业持有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汇入当中，会计准则规定可以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成本模式，采用该种模式交易投资性房地产，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确定固定资产盈余相同；一种是在符合条件情况下，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对于允许公允价值的模式采用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其账面价值确定类似于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因税法中没有与投资性房地产其账面概念专门上的规定，其计税基础确立类似于固定资产或者无形固定资产。那价值就是说其他计税来计算成为各种资产，在有关计税进行计税准备后，其账面价值也会随之下降，而税法规定的资产在发生实质性的损失之前，预计损失损失不予税源扣除，其计税基础不会因为减税准备提出来变化，造成是在计税时减税准备后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那比如说在2017年12月22日，甲公司自动开账后中间的投资性收益支付贷款为2000万元，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2017年12月31日，该投资的市价为2200万元，该项的金融金额资本市价为2200万元，其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进行核算的，在2017年资产末账中账面价值2000万元。因税法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在持有金融在公允价值上不应计入纳税所得额，其在2017年资产末的资产利资产负债表日的计算基础应该维持不变为2000万元。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2000万元与计税基准2000万中形成200万元暂时差异，该暂时性差异未有展示期或未来增加的应纳税所得额。那么负债计税基础，负债计税基础是指负面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净退应纳税所得额税法的予以规定予以扣除时，用公式表记为负债计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按照税法规定所扣予的时间扣除金额或未来期间因非应收入金额。负债确认与偿还一般不会影响企业利益，也不会影响其所纳税纳益。未来期间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规定可扣除金额为零，计税基础即为账面价值。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负债确认可能会影响与企业之间的损益，将影响不同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使其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之间形成差额，如按照会计规定确认的某些预计负债。那么第二个就是负债的计税基础了，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社会服务等原因确认预计负债。按照或者有时规定，企业对于预计销售售后服务将发展支出在满足某相关条件时，销售费用因为费用同时为预计免债。如果税法规定与销售产品相关的支出实际应予实现扣除，因为该类事项产生的预计负债在期末基础上因其账面价值和实际差额即为零，其他交易事项中和其他收入应予确认债应按照税法规定中的计税原则为其计税基础。在某些情况下，经有事项而确认预计负债，税法规定其支出无论是否符合不允许纠纷扣除，即未来期间按照税法应该金额为零，账面价值就等于计税基础。比如这个题，甲企业在2017年因承诺某些实施3年保证服务，从当年利润中确认了500万元的销售费用，同时会预计负债，当年都未分任何保留费用，产支出税法规定与产生售后服务规定则予以扣除。就甲企业在2017年12月1日负债比为500万元，那么预计是500万元解除未来期间应该所得税法就是。没有钱了，那么500万元就是认为未来钱就挣500万了，那么整个500万都是未来期发生的应纳税所得额。那么企业呢，在收到客户预收付款时，因不符合收入确定条件，会计上将其确认为一项负债。税法中对于负债的确认一般与会计规定相同，即会计稍微确认收入时，计税时一般亦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该部分的经营利益在未来计税期间可予以扣除，计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
这么多情况下，因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之条件，未确定为收入而确定为货物负债的，即按照税法应计入当期纳所得交易。有关预收和案件负债的基础为零，因其当时就是以计算年结物，未来期间亦可取予全部扣除。比如说，在某公司在2017年12月20日，稍等，我的回话，稍等，各位稍等。我操，看不过去啊，一辈儿损啊。那么他2000万元，那么还是一样，就是他2000万元全部都交额进去啊。还有这个应付职工薪酬，会计规定，企业为获得企业分红项目中，企业为获得职工提取的服务之各种形式报酬以其他相关支出，应据为企业的成本费用，在未支付之前确定为负债。税法中关于合理的职工薪酬基本允许税前扣除，但税法中如果规定的税前扣除标准的按照会计标准计入工薪费用，应超出标准应进行纳入调整。即因为税额在未来期间不允许扣除而除，在之后也不允许作为税前扣除，即该部分的差额对未来继续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先的店内应该上有一定技术基础。比如说这4000万元，对吧，这就有3000万元，它的合理为3000万元，所以这个4000万元中就有3000万元是它的这个差额，那么应纳税所得额就真的有差额，它是个永久性差额，所以不会对未来继续产生影响。还有其他负债，比如说罚款等重大金，那这个时候你就一般要算进去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你扣了你罚5万元，那5万元你都要记进去的，对吧？哎呀，算了，今天这个尝试很失败啊，这个效果不太好，算我们来看视频算了算了算了，我们来看视频吧，我们看搞笑视频算了。读书人读不进去啊，我觉得完蛋了，我操，算了，哎，算了吧。哦，我们看视频算了，我们不搞了，我们看搞笑的，来，啊，我们看你电棍视频算了，哎，嗯啊，对这个，哎，贵老哥又给你玩电棍的梗，咱们就看看这个猪逼是怎么回事，咱们就看看这个猪逼是怎么回事，这个什么猪逼，来送钱的杀口猪的，不值得。我操！鸡壳，等着啊，等人全都死光就好了。鸡壳，我给你来点。做得到位。谎话说100遍也还是谎话，怕你不知道。我以为谎话说100遍就是真理呢，要不然怎么白字一个弹幕能复制200遍呢？我寻思抬杠抬200遍，你们不就都当真了吗？都无所谓。爸爸，跟你爹玩枪去。我操！跟你爹玩枪去。外边你们不就都当真了吗？都无所谓，跟你爹玩枪去。我操！我们得一起。我操！老七，冲！什么情况？我操！拖住！哦，这太帅了吧 ！Nice！ 把我开惨了，我操！帅，但其实 Faker Q 的也没有很准吧？你妈！我操你妈！一股韭菜盒子味儿！我操你妈！死！队友，那队友，他救一下呀、啊！哎呦我操！我操！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白眼鸡真有不会放 Q 的石头人啊！牛逼呀、啊，兄弟！我操！鸡壳我喜欢你，鸡壳只能阴间再见了。我想来瞧瞧，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喜欢你。你不是你他妈恶心人家有个度啊！不好意思，对不起。我操你妈！兄弟们，加油，赐予我力量吧！这不就结束了吗？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鸡壳原子弹。啊，凯旋，那我缺的这个滚这一块的，谁给我补啊？我都要哭出来了！滚！我操！那我缺的这个这一块的，谁给我补啊？原子弹！滚！哎，我操，没杀掉！别来！我说的这个话对事儿不对人啊！我操！这什么东西啊？我操！逼！谢谢老板的这个飞机啊！不行！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我操你！我们肯定是好兄弟啊！只能阴间再见了！我操！这什么东西？对事儿不对人啊！那行。
大件事，你们最后还是得靠 CB 粉爆金币。我操你妈！哎，爽！啊，好死妈玩意儿！我操！那我最喜欢了。为啥我发信号发这么久，你都不过来？为啥呀？有别的男的喜欢胜利哥。我操！不可以！胜利喜欢别的男的那种事情不要。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精神胜利法。来，这太经典了！来来来，我一定要给这个东西加点字，让它变得更加艺术啊！你们等一下，你们等一下，我今天一定要这种加点字，加点字，更加艺术。来来来，对吧？这个怎么讲呢？好，好，这就完美，对不对？这个太完美了，这个东西。对，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挂着啊。好，来，巨批啊，我就是。那我把这上面这张字幕送给他们呢啊，精神胜利法呀，你是我是发现我是个傻逼，我会被封啊，我太高兴了兄弟，我终于知道你们这个事实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精神胜利法呀啊，就是巨批们就是把精神胜利法真的发挥到了极致啊，对吧？就是啊，你怎么能说我们伟大的建创哥哥呢？对吧？我们创哥哥呢？是吧？那堪比什么？那巨人堪比我们《红楼梦》啊！我们的创哥哥就是新时代曹雪芹。我是不知道一个我就很难崩啊，很难崩，对吧？就是作为一个怎么讲的，当初追着看完的结局啊，就最后几话跳车人来说，我表示这个巨批的纯度还是可以的啊，对吧？一路从那个对吧？2021年存到现在，他妈躺了3年了，居然还那么纯啊！只能说这个我们的剑哥哥真是伟大的这种商业漫画家，那提纯的这个能力非同一般，对吧？啊，一提一个准，对吧？我前段时间才遇到一位，对吧？一位什么巨人讲解二部，你说你讲个一年，你说你讲个算了，他妈隔了2年你居然还在做啊！你难道你的人生电棍话说啊，那你的人生就没有其他意义了吗？你2年过去怎么还在纠结这一部作品，一部商业作品，对吧？你画完2年画完了，反正结局也赚了，对吧？我问了一下，就是这个创哥哥，对吧？按照他这个水平，他大概这10年间应该赚了，怎么讲呢？赚了10个亿吧，啊，赚了这个差不多10个亿的这个日元啊，对吧？等于是人民币大概一个小目标，对吧？就是你搁这对吧？什么巨人伟大呀啊，什么堪比红楼梦啊堪比曹雪红楼梦啊，对吧？就是我们知道曹雪芹最后的话，他一直是这个在穷苦中度完了一生，但是我们的这个创哥哥已经下半辈子不愁了，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创哥哥就是现在，对吧？他作为一部他凭借低就是他作为他作为说他他作为一个商业漫画家其实挺厉害的，对吧？你看他的作品至少是怎么顺利的完结了，对吧？啊，到一好吧，然后那个也赚了钱，下辈子不愁，靠他第一部创作作品就不愁，这种水平商业水平确实难得，对吧？然后我们现在创哥哥拿着从粉丝手里抱的金币啊，坐在家里面，然后没事就网上搜啊，看这些巨批怎么给自己的啊，就是我还想到就是两年一堆巨批在那说、啊、这个结局好得很，很好，很有艺术性。啊，然后MAPPA 改的就这一段，对吧？这段跟你说，这段 MAPPA 是改的原台词。你们看动画这段原台词跟那个漫画完全不一样。这漫画就是这个艾伦说你蛮欠打，就是阿明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个傻逼来一句我不知道啊。然后当时一堆巨批说这个我不知道说的真好啊，真是太有讽刺性了，太有深意了。然后漫画做动画就把这段删了，把这段改了，对吧？把它改成艾伦说我也很痛苦啊。对吧？你看，对啊，巨批说什么？哎呀，什么吃麻还是什么，对吧？巨批也说、啊、太有深意了，太讽刺性太强，然后漫画也给你改了，对吧？然后结尾还有那个什么？对，结尾就听说这个有参加这个原画的表示，这个结尾最后，对吧？最后跟三笠在一起就是那个让，就是那个谁呀、啊？就是那个前面那个人。啊，一堆人，当时巨人，当时一堆人说，然后就，但是后来对吧？我们看到这传说就是漫这个制作人员爆出来消息，但现在晚上看这个正式版也把它改了，那段也没有写啊，还是把什么，当时一堆人写什么，哎呀，三笠找到了自己的对象，哎呀，这是很正常啊，对不对？啊，人怎么能挂在一棵树上呢？也说、啊、这真是对吧？就是你们这些人太粉丝角色了啊。然后动画版的时候把他那个
原段不是个三笠带着丈夫和小孩给他看看艾伦嘛，对吧？漫画有，当时一堆人吹太猴了，这样他现在太大胆了，太真实了，然后动画也给你删了，对吧？啊，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 MAPPA 这个巨人结尾，对吧？好就好在他打了巨皮的脸啊，巨皮粉夸什么他就给你删什么，对吧？那看起来就是 MAPPA 也知道，就是那玩意确实是堆狗屎啊，那写出来之后就商业成绩直接爆炸，对吧？就是妈妈还是知道这怎么给你办个风光大葬的啊，他没把你跟你的风光大葬搞成什么诈尸现场，对吧？至今不理解对艾伦死了帕岛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写个屁帕岛啊，这就是他说白了这个结尾就是他收不回来，他九十话之后他俩一共是什么，一个是世界观铺太大了，他就是摊饼子，摊到最后饼子破了，那个饼摊太大了，根本收不回来。啊，扯什么中东联盟啊，什么东洋国，什么马来呀，跟你扯一大堆呀，做本章这个屁，本章他根本就想，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和那个精力去把这个世界观赢下去了。因为就是你一旦展开你的世界观的话，那么你就是说你每抛出一个试点，你后面就要有十个事情来补它，这样的话就是摊饼子越摊哪越摊，都根本收不过来，对吧？那怎么办？那巨批就只能说是吧，对吧？为啥呀？有别的男的喜欢三笠的，我操，不可以！三笠喜欢别的男的那种事情不一样。二米，你说的对，我以前很自由自在的当一个傻逼，但我现在发现我当一个傻逼的时候我会被封。你说的太对了，哥们，我真的很开心你们把事实说出来，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精神胜利法。那我们再欣赏这个啊，我们再把这挂一段时间，我先我们继续聊啊，然后对吧？你们看你妈有人就这毕竟真的玩的还这么红了，我都无语了。那最后结局还有一个最后结局，就是漫画的结局是他死后战争很快开打了，他死了之后他总裁党到动画也就绷不住，给你改了什么，你搞了一个什么类似赛博空间的一个什么就近未来的事，就是说假如这个艾伦这个死还是给帕岛换来什么100年的和平吧，漫画里那大概几十年20年不到吧，三十年几年了，动画给你改成100年以后，那动画组知道这有些东西他动画组自己都绷不住，我都不知道有些人在洗什么，这动画甚至制作人都绷不住一事情，你们他妈不知道那嘴犟什么。我操，到时辰了，我们肯定是好兄弟啊，只能阴间再见了，只能阴间再见了。到最后最惨的还是我。 Nice 漂亮。 Nice 好配合，漂亮。我这最多算一个高位截瘫，帅又我们回来了，我们立功了，就只记得家里的祖训了，只想传宗接代。你是被圈养的粉丝吗？所以你被指派过来去说这一番话吗？还真是，把这歌听完吧，这个不是把这个曲儿听完吧，这曲儿挺好听的。遵义火家里吧，哪儿你不走中的花灯也好，为什么我的火也好啊，却在乌尔开被抓，为什么研究一下，为什么偷看来一下一条，老儿还能记起你妈那个逼，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个傻逼。Hamoud, Ham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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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ibi, Hamoud, Hamoud, Habibi.
أموت أموت قوم قعد من النوم قوم قعد من النوم قوم قعد من النوم يا أحمد حمادي يا أحمد حمادي哦，完了！哎，剧情解读，解读你妈解读，傻逼！我操！我操！你看你爹操作这波！妈，队友呢？队友呢？救一下啊！猪逼吧，这怎么这么菜呀、啊？救命啊！妈，回来了！冲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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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一个拉米！啊妈，你这说！我喜欢你，滚、哎、滚！我喜欢你，我操！我们肯定是好兄弟啊！我操！逼！我们肯定是好兄弟啊！哎，滚！飞了！猪逼！飞了！滚滚！你他妈滚啊！哎，滚！我喜欢。我操！哎，你妈逼呀！这太吓人了吧？这干嘛的？救我！我们肯定是好兄弟啊！我操！嗯，我操！原子弹！原神启动！启动！大家好啊，我是七哥，今天来点大家激情歌王。冲刺冲刺爆爆爆爆爆爆，大家好啊，我是我操打了你 AQ 我操我操，他这个打野的走位我就觉得你妈逼离谱 AQ AQ 闪现我逼我最猛，不行不行，七哥饿了，哎好吃，贼鸡巴好吃，嗯，这可老好吃了。我操！我操！哔哔哔！帅！只能阴间再见了。不行！我操！只能阴间再见了。炫狗！贼鸡巴好吃。启动！你妈逼呀！这太吓人了吧？这干嘛的？我操，这什么东西、啊、那我缺的这个自由这一块的谁给我补啊，我都要哭出来了，救我！你看你爹操作这波，你看你爹操作这波，我操，哟四年分的了来呢，我操，这段真我喜欢你，漫画真的很好，动画稀巴烂，我操，我都要哭出来了，没受过这么大委屈，嗯、哎、什么情况啊，哎滚，我喜欢你，我操，队友呢，队友呢，救一下啊，帅菜你看你爹操作这波，我操！啊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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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夏哥，飞了！贼鸡巴好吃！飞了！只能阴间再见了！我操！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七哥！我操！原神启动，哎滚，真没必要啊，滚，我都要哭出来了，没受过这么大委屈，从小到大
话都不会说了，你就搁这会儿就俩字急了，你把这俩字纹在脑门上得了。哎呀，这段也是绝啊！来来来，哎呦，这两个字这是绝配，我操！你怎么能说我哥哥呢？怎么能说？每天起床他妈给自己磕两个头，怎么他妈这么帅呀、啊？我操，脑门印着急了，脑门上纹个急，下巴纹个了，多好啊！多看你这种人。给你妈鱼月送走，我要气死了，我操他妈，苏德龙女生啊，我跟你有血缘关系啊，你看你爹操作这波死、不行，大家都是活物啊，都是生命啊，为什么他就得让你管着呀、啊、难道说你们的你看的那个主播的直播间都是圈养的粉丝吗？就是该干嘛让干嘛就干嘛，大家都是自由的呀，你不能去干扰其他人的生活，对吧？你是被圈养的粉丝吗？所以你被指派过来去说这一番话吗？哎，什么情况啊？哎，你妈逼呀，这太吓人了吧，这干嘛的？我们一起去救他，滚！我操！哎，滚！真没必要啊，干就完了。哎，滚！哎，滚！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到结束啊，可以去顾月的直播间了，那我们这就结束了，到再见。